慢着。还好一次。去吧。吃货安安。再换一次。没错。真好玩。那你一开始就要说连换三次？开玩笑的，还那么好还换？嗯，没那么好。那要小心了。对，一定是虚张声势，就是乱说一通。一听听，不胡来。那你就不要不要吃，然后听了哇，听了代表给你看，听了北风。嗯，你看虚张声势，听这个，听这个就不是一静听啊，听这个就是听了，听这个就直接听。你打什么？他打二万、啊。给你一点提示好不好？听这个就直接听了。不要害到我自己，不要害到我自己，不要害到我自己。哎、欸，帮我开一瓶香槟。三瓶，醉了。先庆祝一下，真的啦。看，喝莫奶。大家不要喝大。要吗？不是，喝莫奶。好。可以喝莫水。不要，不要，我还没喝到。要这个、啊。对啊，一次瓶啊，刚转停二瓶，刚转。一浪开姐 ，Mr. Green J 123问说，如果牌尾剩两张牌到商家摸，他说他打一只说不摸了，然后让我摸最后一只，结果海底捞约三条，结果商家翻开原本要摸的那张牌是花，然后他说本来可以补花，那三条应该不让他摸到，所以不算他，不算我胡，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原则上呢，没有所谓的不摸，好不好？就是还是要摸，因为你又不是最后一张，你怎么可以不摸了，对不对？真的要这样讲起来的话，你可以自摸不算嘛，那他应该算是就是藏花嘛，你可以叫他包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有的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排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